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nnie，然后跟大家讲，Hello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黑色六。Yeah，OK，昨天生日，今天用国语来讲了，因为妹妹是讲在家里是讲国语的嘛，就没有讲广东话、粤语，没有讲了。哦，昨天生日，礼拜天，然后拆了礼物，因为星期一要读书，就很早就睡觉了，我就不能玩那个玩具咯，昨天的礼物咯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把它开箱，然后就介绍一下那个玩具哦。OK，我转前面的镜头先。OK，这个叫 Sylvanian Family Treehouse Gift Set。哦，这个不懂什么家族咯。哦，就宝宝很喜欢哦，就黑色 baby 很喜欢。你看，OK，已经都好了，整个是这样子的。来，过来没？你在哪啊，里知他的道这家，是放这边的？哦，他的家这个是 two table set 哦，two table set 就是 baby 玩具。的玩具，还有桌子，吃东西的桌子，还有这个是跷跷板、滑梯哦，这个是什么？baby 的椰子。有衣服啊、玩具啊、电话那些就放在里面咯。这个就是鱼竿、鱼，还有烧烤的 barbecue set，烧烤的你 set。看，这么我他又知道我们有这个话题的。这个滑梯这边有，来，有就又有一个 baby，baby，一个是妈咪。他在吃东西。吃东西的锅，那烧烤的 pumpkin 啊，还有玉米啊、碟啊，这个水桶啊，还有这个床架那些咯。他们有车了。哦，车是要另外买的那些，好像这里也是空空的。哦，妈咪的房间也是空空的。哦，改次才能买。哦，这个树，这个是这个啊，这边坐下来。哦，可以玩这个滑板，还有这个树掉下来的这个什么千秋，还有树，那你玩了？这个是什么啊妹？这个是把东西运输上去的，这个拉的，拉它上来的啊，拉它说上来的。明书给我们看。这个不是说明书哦，这个是那个catalog 啊，那个 menu 来的哦，它有就很车多车车。车哦，你要听吗？我才可以买别的东西给你哦。哦，看还有什么碗里面？哦，baby 的滑板这些咯，还可以放床啊，放其他东西啊。这个树可以哦，爬上来这里放着也是可以，走楼梯。一二三四五，就上来这边了，上来这边了，哦，烧烤了，然后有吃的东西。OK，今天这个开箱就很简单，很简单咯，因为这个屋子还有一点，还不齐全了，还不是很齐全了，因为它的配套只是这个，哦，只写在妹妹有什么节日啊，再买给送给她。OK，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，再见，跟大家讲再见，再见。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